我把抖音的个性签名说第一个粉丝就做我男朋友，然后到现在都没有粉丝。妈妈，昨天我拍那个视频你火了，然后多了4万的粉丝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是不是太美了？我厉害吧？我给你长脸了。来爆米花小吃盒饭套餐有需要的吗？来啤酒饮料矿泉水来缴收一下啊。来爆米花小吃盒饭套餐有需要最后一趟了啊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一个部位整就整张脸啊，看这嘴巴很一般啊，脸圆圆的哈，马上，哇，贺佳，咋了？我发现我喜欢上一个女生，但是我怕她拒绝之后，连朋友也做不成，怎么办？喜欢一个女生为什么要表白呢？你问她借钱多好，你问她借了钱再表白，她拒绝了，那你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还还什么钱？如果她同意了，那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，也不用还这个钱了嘛。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多赚钱呗，让家人过得好一点。谢谢。好了，再见。Don't go look at me with that look in your eye. You really ain't going nowhere without a fight. You can be reason with them, don't be impolite. 吃胖了你就别跑了，想跑也没人要了。吃胖了你就别跑了，想跑也跑不动。你感觉咋样和你咋样的啊？Hello，Hello， 两位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听说过碰瓷儿吗？碰瓷儿听说过吧？那个我是第一次过来要微信，你觉得我是直接要还是躺地上和你要呢？我直接要吧。你们好，我叫王翠花，可以加你们的微信吗？用这4根筷子给我摆个田字，稻田的田字。
这是不是个甜子？我曾经。